一泡酸的话可以看着我喝，就甜甜的。哇，干了啦！我们现在有开瓶抽奖的活动哦，要不要我帮你拿一首来试试看呢？要！快迎接！谢谢！来！欢迎！哎呦，名字蛮厉害的哦，叫坏胚呀！坏胚是简体字，坏坏是酒醋叫卖，请问你三围是？32、16、35。请问你做酒醋多久了？5个月。5个月。主要产品是走哪一种？还是以啤酒为主？啤酒为主。白天当演员接案，晚上当酒醋小姐。这么辛苦啊！演员是拍电视剧还是？都有广告、MV、戏剧、电影都有。自由演员，另外一个自由业，自由演员，你看，就小零演而已，工作上，哎呦，好可爱哦。这个是芭比尔，对，这个是代班，我想要演员，我认出来，这个是演什么？这个是代班，这是代班，代班，对，酒醋，你推销啤酒400支啊，最多。哇，这是一个晚上，一天，五个小时。是，餐厅是很大吗？还蛮大，就大概2个店面，然后还有楼下 B1 的。那一天应该很多人在吐哦。没有，还好，有被抬出去的。你看吧，哇塞，400，吐在厕所我看不到。那请问一下，就是说你们就是，比如说你们是走业绩的吗？哦，我不算业绩，我们算实薪，业绩跟我没有关系。实薪，所以你卖400支。也是卖，也是一样的价钱哦，也是。那怎么累啊？可是他会以你的经验和你的工作态度来决定你的时薪多少。哦，是。对，因为他的range很高，所以他不会看业绩。250起跳到350的。那你们都是走所谓的热炒店还是？对，就是海鲜都有热炒餐厅。我发现他的武器了，他的武器在他的胸前。没事，你是开瓶器啊，对不对？开瓶器，开瓶器。哎呀，你这样开，哇，难怪400瓶。哇，哎呦，哇，他伸缩不用弯腰了，厉害，是，这是我的秘密武器。推他啤酒，结果他满意开罐的，哇，满意开罐。很多客人看到我的开瓶器，他都会说啊，这是你们家的正品吗？然后我买几次才有。对，这好酷哦！江博哥，你怎么卖总枕头可以卖到900万啊？就一场直播啦。你是金枕？没有啦，那个不是那个榴莲，不是那个枕头是就是累积下来的业绩啦，不是一次啦。一次我最高的是我在那个一个日本的轮胎的经销商大会新品推销那个经销商大会。我那因为轮胎是卖一组的4颗啊，我在2个小时卖了10000多组，10000多组，4颗轮胎一组嘛，10000多组。那枕头那个是就是我们就是一段时间累积下来是900万，那直播单场最高是有破100万。你是有练茅山道术的？没有，迷惑人家。对啊，好厉害，然后钱就掏出来。哎，你一场直播多少人在看？几千，就大概我最高有8000了，因为现在那个直播你看人数都是不准的啦。你说当酒醋有3大不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哦，就是你不能在桌边吃东西喝东西。对，然后对，在客人的桌边不能可以吃，然后绝对不能喝酒。绝对不能喝，绝对不能卖酒。所以说你刚刚说喝东西是喝饮料都不行，饮料不行，因为他会不知道你杯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会有争议性。对，然后再来是不能坐下。不能坐下，很累。坐下就是陪酒了，不要可以躺，那是躺下。会有。陪醉，陪醉啦。对，可是我们会有一个店家的休息区，让你放包包，放一些更换的衣服的时候，你可以在那边稍作休息。然后你的要喝的饮料或是水杯都是放在那边。不是，是比较安全。不是，啤酒还有人这个忌酒的。有，这个我也很吓到，因为那一桌客人他是带了一支大概1.75公升的烈酒，对，所以他们就说有分酒是分先后喝，先喝烈的再喝啤酒就会马上倒，就会倒，对，他说他们就不敢喝啤酒，那先喝啤酒再喝烈酒其实也会倒，我不晓得要看个人的酒量，两个在一起喝更棒，真的，一下就倒，我在推清酒的时候都用这招。
对不对？想不想做深水？清酒口味的还不错。哦。对。想不想做深水？你在讲，我们好想好想拉卡店。哦、所以就是他那天就觉得，我的桌边服务还不错、嗯，因为我是不分客人是喝什么酒，他连喝果汁或是汽水我都会去做服务，需要拿冰块啊、添加水什么的、哎，就不会大小眼。我在那烤肉区遇过那种，就两个啤酒的。嗯，厂商的酒醋哦，两位很酷，他们也来讲，现在喝过啤酒，我卡就开了，强迫推销，他就开了啊，好吧，慢慢开，开了就开了嘛，开了是就另外一家的卡，OK， 哎，没关系，各开六瓶，帅，水亏。对不对？而且马上拆管，拆管，好不好？气成这样。好，那今天要我们叫卖什么呢？来哦，来了，出考题。哎呦，这一杯是什么呢？现榨柠檬汁。哎呀，先生你好吗？考考你要带来杯柠檬汁。哦，真的、啊，柠檬汁啊，这没有酒啊。我们家的柠檬汁很好喝，优雅是吗？有丰富的维他命 C， 会让你越喝越帅。真的吗？嗯，可以试试看、啊。那这个买柠檬汁有没有什么优惠或者是赠品啊？没有哎，没有啊，很抱歉。是哪？对，好了好了，我看你这么漂亮。先生，我跟你讲，我们有这个、啊，我们按摩棒、啊。买柠檬汁送按摩棒。啊，那我就买一瓶吧。你会怕酸吗？还好，喝喝看嘛。你怕酸的话，可以看着我喝，就甜甜的。哇，对，中了，喝就不会那么酸。干杯了，这干的啦。我们的规矩，是买了就一次要喝完啊，不能记杯，这个是纯汁啊，没有，开玩笑，怎么可能？来干，就喝完就变汁男。真的喝完了。这个看着屈哥要看着，看着他，比较甜，加糖加糖。哇，你这么甜，那你脸变色了。真的好甜啊，对啊，谢谢你。我已经有六年没有看过人家干柠檬汁。谁会干柠檬汁啊？好，那请坐，谢谢，谢谢。三立新闻网 YouTube 突破100万订阅，我没得了。